开了吗？可以呀、啊。啊、哦。开了，开了。开呀、啊。开着啊。哦。开呀、啊。耶。开呀、啊。耶。开开开。可以呀、啊。哎。那我们有需要集合吗，苏村长？你什么？哎呦，你刚被吃音了！好爆，你声音被吃光了，村长！你超爆、啊，村长！今天最大，集合、最大。好的，好的，集合，集合，集合！哇，是集合，我饥渴，我刚才听成饥渴、欸，哎，对不对？我很饥渴，村长太饥渴了，最大饥渴是我，村长最大饥渴。哦哦哦，好。那个，吓死我了！波波跟哈基今天请假。对，好。波波哈基，那我可以随便坐嘞，随便坐，会空两。还是要看一下我们的村长。开始吗？我在两个大奶妹中间。我在为村长高弹一曲。啊，我们还有人没有到吗？八个，好，都到了。都到了。到了，到了。村长今天觉得。很难过，有两个不在，但没关系，因为村长天生火爆，想去拿东西。Okay. 然后我特别的想看那个上次，我们上次是不是有一个地方好像大家想去但没去啊？就是上次是副本没有走完的、啊，副本没打完，但是副本没走完，对啊，但是有两个人不在，副本比较尴尬一点，方便叹息的地方啦。不方便探新的地方哦。嗯、啊、嗯。哇哇，怎么办？本来想说去去玩一下，对不对？对啊。对，没事，我们大家也都想去。但很不巧，没有办法。没错。那完了，村长突然没想法，靠药。那我们就先先自由活动，等村长想到再说。那村长，我可以提议一下东西吗？好啊，来啊！我们那个昨天上线弄材料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上次去那个沙漠那个制图室有学到一个酷酷的东西。酷酷的东西？对，它叫什么？它叫什么？来，等一下呢？它叫地图室。哦，对，地图室。阿团好奇怪、欸。我们教会都这样。对 对，那个东西是可以做出来的啊！我昨天跟阿波，我们有先收集那个孵化的石头了，还是村长你要去把那个做出来？哦、好啊，好，可以啊，可以啊，太棒了，太棒了 ，nice， 他有缺种材料吗？欸、我们材料有放好了。等一下，我想问一下，小雨现在是醒着吗？啊，他醒着啊。我的视角看小雨跟这个不知道谁哦，两个人是趴着在移动，真假的？那小雨你跳一下，啊，我跳，我看很正常啊。哎呀，不是上次小雨就很像尸体躺着跳起来，做那个吧，动作看看按 R 的那个动作，对啊，你做动作还是你躺一下什么之类的。啊！我看哦，有小雨正常了啊！有啊！你做完动作，躺回去了。那然后感觉，然后杰克也是躺着，超白痴。我的画面好低哦。那你的画面看起来感觉比较有趣哎、欸。这两个人在那边滚啊，不知道在滚什么啊？对啊，躺着翻滚，拍屁股，蛮酷的，蛮酷的。耶梦你。好啦，那所以我们要怎么办？东西要做在哪里啊？在哪里啊？那应该蛮大的吧？那个地图是要在家里就可以做，是不是？他拿那个锤锤就可以做了，建筑锤可以做。把它做出来。对对，建筑锤锤。还要做在哪？哎，哇，这看起来也太屌了吧！这什么东西？哦，这我，不是我家，是我家。哦，好。那有人说马厩？啊，挺像的。里面放马吗？好过分！这看起来真的蛮像的，肯定是马厩。不是，我跟你讲、啊，你的画龙点睛的马厩，就是因为旁边这边的山壁是看起来是穿模，但其实很像是那个稻草堆。对，超像的稻草堆，没办法哦。而且你的雕像像小烤马哎、欸，这座山超大，柱子要在上面的。其实它有些建材，我还不知道怎么放。
然后这个、哦、这个建材是在那个你们 tab 打开市场里面的那个风暴玻璃圣所、哦，那不是第二，那是额外花。对，那是额外花钱的。你说战斗通勤、哦，在战斗通勤的右边、哦、看到了。我想说它很好看，我就买了。它真的是蛮好看的。是这里买的哦。对啊，哦，好酷、哦！我原来这也有，它还可以打，还有可以那个市场套装哎、欸。它的楼梯很好看哎、欸，很好看、啊、哦。我买了左下那两只狗，狼兄弟吗？没错。那你的狼兄弟在哪里？我要看。欸哦、我们要先捉到狼才行啊！我们有狼，是狼是不是？它是狼，不是狗。我们现在是假的。哎、哦欸，来来来，村长给你材料。啊、上次还有狗狗哎、欸，我做是不是？对对，哎、欸，我丢错东西了。这秀比较外行，请问我们可以做保暖衣物吗？因为我看到上面有雪滴，应该是要有保暖的衣物、欸、厚皮革的对不对衣物吗？应该有吧？我不知道。来，村长这里地上。好的，看一下我拿出了锤锤，它在装饰特殊那边。嗯。装饰特殊，我看到了。哎、欸，你们想盖在哪里呀、啊？哎、哦、呦，真的有点大。对，你要找。你可以盖空地吧，这边都很挤了。它应该也是要地基吧？哇，超大。地基吗？目前。它可以直接盖吗？它之前是红色还是绿色啊？白色，目前是白色。白色是缺材料吧？超大。它这超大、欸，这没办法、欸。有吧？我材料应该都丢够了。够了，够了。这边清一清有没有办法、啊？顶楼了，完全没办法，完全杰克的神坛旁边呢、啊？对啊，在后山这边呢，我跟杰克神坛旁边那边有一大块空地啊，清一清。要不然我再装潢它嘛？不用不用，盖完我再装潢它。你说这里吗？这里很不行哎、欸，啊这里不够大，这里不大、欸，这里不行，因为这里石头跟树都会挡。我们再清啊，我们再出地。好，然后 NPC 要挪一下哦，康宝莉尔二宝。他们移走，应该够大吧？这里不够大吗？这里很大，可以吧？是够大啦，可以啦。他写雨林，哎、欸，有一瞬间，有一瞬间，等一下，那个绿色有一瞬间都叫走，把人没有，就是人在这边呢、啊啊，有，很大一个、欸，一个地图哎、欸，王位调试哎啊。我哈利波特有遇过这个，他旁边有写说瞬间移动，什么瞬间移动、啊？万一不小心进去了，哦，这可以进去？哎，对，白痴，我传到这边有一个瞬间移动，你们看是传到手环那个地方了。我看，我打开地图看一下你在哪？哇，好远哦！他飞到我们之前摸那个石碑摸石柱的地方，调试的地方，对对对对对对对。杰克，这真是太神奇了，杰克。杰克，你飞回去吧，太远了。你飞，你可以啊，你飞回来好了。有哎、欸，我们现在是有两个可以瞬间移动。对啊，对，上次摸两个、嗯。哦，那个我去赚钱那边有一个。哎呦，赚那个渣仔那边。赚钱哪里？那个逆行者之境左边那个四 D 那边。哦，眼睛那里哦。对对，眼睛那个、嗯、那边有一个。四 D 那边有一个哦。那边有一个在。那个头上，哦哦，我们昨天从沙漠回城的时候刚好看到，也去摸一下。你们在干嘛？對你找到你新的家了是不是 ？Oh father, give me sight 啦！自带背光，不笑的、欸，而且很违和的、欸。真写手环未调试哎，就是还没有那个啊，还没摸到那个点吧？对啊，哦、那还是我们要来去摸一下小雨的那个。没错、啊，就是我现在站的位置，好不好？我要去摸小雨了。你小雨的位置哪里、啊？听起来很色。哎、欸，好哎、欸，他的那个小朋友们会一起跟来哎、欸，好哎、欸啊。那我们只能走过去、欸。在他在过来，你们骑马过来还是很近哎、欸。对啊，我们骑马过去。好啊，这里有孵化，请带上你的舞者，谢谢。我带。奶妈过来。我的马跑去哪了、啊？怎么知道摸过了没啊？他就是他有写瞬间移动、嗯、他的话，看是写瞬间移动就是摸过了。对啊，嗯，如果是写手环位调试，就是还没踩到点。嗯、我的导灰，我的玛莎拉蒂，导灰，我找到他了。追到，没有直接走到小雨那个位置就好了。小雨那个位置啊，小雨在。没错。我需要个向导，因为我那边
路第四 ，OK， 你就沿着那个河边一直走就好了，就会到。我要跟苏村长走，好，跟着村长走。我会路痴，没事，我们马会游泳哦。没错，马会游泳。谁被撞了？撞他！撞死他！移动难吗？你把他撞到火堆里，烧烤喽！苏村长，你跟我们走路好奇怪哎、欸！坐着玩有吗？有吗？有很奇怪吗？我只是怕你们没跟上，回头一下，结果都在我后面。没，你刚刚差点让我撞石头。这是障碍赛哦，阿谭。原来是这样吗？哎呦喂，哎呦喂！我们后面很多追随者要小心。乔乔乃无力了，等一下。好、哦，瞧一下，瞧一下，瞧奶瞧大一点啦、啊，好不好？瞧大一点，瞧大力是有点萎耶、欸。哎呦，哎呦，完了，卡住了。哎、有赛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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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就是要加速，弯道加速，撞树。不是卡丁车吗？有人在压人呢、欸。这是一定要的吧？漂移漂移跟尾流，把旁飞碟把旁边的车推撞车是很合理的吧？回复力技能快发动，快点！回复力技能啊，使用氮气加速，哎、欸，我这次换阿旺的奶妈变得很奇怪了，在飘了。他又是那个火影跑了、啊，对吧、啊？他至少不是游泳啦，上那游泳到底在干嘛？空气游泳，对啊。来了，来了啊！有敌人了呢，来啊！有啊，路上很多人，你们要一路打到最里面来。没有，熊猫团 一路撞进去了。我也只有撞一个人而已。我跟着阿汪的后面走。那你惊动到了所有人，没错，没错，我已经带着所有人进来了、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你们进来了。你们看到了，我在上面。哎、欸，不是往里面跑，不是往里面跑，哦、不是里面跑，不要上阶梯，不要上阶梯，往旁边是不是？对，往旁边上去是不是？我在上面看你们，好好笑、啊。往侧面沙子的地方上去，对，侧面，哎、欸，你们刚进来的右手边那个坡往上走啊！我被射下来了。我们的右手还是你的右手？哦，我看到了。你们的右手，你们的右手。哎、欸，那杰克，我们走错了。自己走上去就好了。我最麻了。对对对，这里可以过去。有我上来了。是回头吗？这边其实可以跳上去吧？我看到啦。我看到小雨嘞、欸。他、啊、这里怎么有个斗士啊？过头了，这是谁啊？这是谁过头？是我。我在那里哦。对啊，在上面。哎呦，他其实是辣醉辣醉，还是要把他打晕？可以赚钱呢。你可以把不是无色打一打，或者是打一打也没差，反正记得剪头骨就好了。哎呦，你到底打够了没？不是，你是一路骑进去吗？哦、对啊，骑上来，然后等一下从旁边。爬过来，左右边的坡上去就是了。对对对，右边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一坨人，好多人。不是，快死了，快死了，不要再打了。等一下，有了有了有了，哎、欸，这个巫师的头骨拿一下。哦，拿了。前面需要帮忙啊，好惨哦。好，这是我的吗？需要帮忙？是你的马自杰吗？真的好多。我不知道哎、欸，那自己的，马自杰。马自杰，马自杰，好像是哎、欸，马自杰，换装一下。哎、欸，我从后门来，我是从另一边爬过来的。好了好了，杀完了杀完了，杀完了。这边很多灵魂可以收哎、欸，没人要收一下？你可以收啊。等一下等一下，跳停就好卡住我了。啊，是我的，我很抱歉。这个残血贱人。哎、欸，好哎、欸，奶妈卡住他了，你好棒啊！哦耶！哦哦哦，这样怎么？啊啊啊！完了，爬墙一直很想按跳哎、欸，哎、喔欸，怎么办？我觉得这游戏的马越看越可爱、欸。那很好啊，很高级耶，那个表情在哪里啊？在上面。藏宝链好像一个玉米哦、喔。又是熟的还是没熟的？没，当然是生的啊！它有那个须须哎，那头盔是传说的、欸，嗯，对啊，哎、欸，我没看到你们，你们在哪？我们在上面啊，你在上面，上面，
纳智捷卡住了。你在哪里？我在那个坡上来，然后我就没看到人了。没有，没有，你太上面了，你要下来。你太下来了，下来，下来，太上面了。你要到刚刚那个一堆人的半山腰。我看到粉色柱子了。对对对。OK， 我们那天就是从沙漠那边走下来，然后突然看到，哎，这里怎么有一个柱子？哦，我碰了，我碰了。可以。摸过了。哦，我还没摸哎，我去摸一下。记得摸一下，摸一下，调试一下手痕。没错。哦，调试了。下次还要带，今天没有人，没有来的人来。对，没错。不过还好，这里蛮近的，对。嗯。或是可能下一次去打完那个往回走的时候，再摸，我觉得也可以。有的，没错。妈的妈的，好了，这里就这样了。可以。刚有拿到头骨的，可以去换钱。没有，我有。从在沙滩上爬、啊，我滑下去了。哎呦，这真的好斜哦！对啊，超陡的。对啊，我还没有马过、啊。哦哟，好痛哦！然后自己跑回家。可以的吧？去换钱喽！换钱呐！哎呦哎呦哎呦！卡住了卡住了！我们那天遇到一个自建师金矿，可是不小心把他打死。哦、完了，这边马骑不动哎、欸，怎么？哦呦呦呦！哦，这边还是很多人哎、欸。哎呀！哎呀！错啦，有骑马撞人了。车祸啦！哎呦，你的玛莎拉蒂也追你追太近了吧，一直撞人、欸。哎、欸欸，他是哦、啊，你把他戳死了，他是巫医哎、欸，对哎、欸，我哦哦，砍到一半，好残忍、哦。没事啊，巫医家里还有多啦，不是啦，可是可以换钱的，比较多钱呐、啊，要活的换钱，要活的换钱，没差的啦。哎、欸，那个死人要来放人头，放这。放那个死人头，没错，是有人在偷打，就是那个死人头，没有错。舞者够喽，别他别他干了，让他知道谁比较会跳舞。啊，可恶！我看杰克跟小雨都正常了，还是头像不正常啊？不有，没有，因为刚刚不正常的话，就会变成是你们打了砍树木一下，或打人一下之后，就会趴回去。好累哦，躺回去。好累哦，我一直在波比跳。你、欸、这个真的很累耶，超累。我已经牵马了。好了，回去了。加油！我要回去牵我的人出来。哎，哎呦！哎、欸，那我们可以组沙漠旅行团去打龙。好啊，哦、啊好啊，好。我们昨天原本要打大只的龙，可是我们两个人打不死。你们不是两个人，但实质是六个人吗？没有啊，四个耶。我跟波波不会下去打，四个。那说不定加你们两个就会赢啊。对呀、啊。不行，用那个一甩超痛的哎。那谁叫你穿那么薄的衣服？你把它当魂系游戏玩啊。啊，比较漂亮啊。那这样是不是要啊？我要还要做一个水壶哎，不然等下去会没有水可以喝。没有水。没错，多做一个。水可喝。啵啵啵！棒棒棒！那地图是还可以再搬位置吗？我想说，在我家附近的话，我应该就叫我旁边的话再盖什么？拆掉应该可以，材料都100%吧？因为可以吧？没有啊，它调试过后的手环就都可以，再盖个新的。没有啦，杰克只是想说、啊，是想要挪位置啦，他、哦、要挪位置而已啦。哦、可是那个蛮大的，你可能要对一下，就是、嗯、不是、啊？你就用那个建筑的那个直接点来移动啊？嗯哦，对啊，它也是可以直接移啊，也是可以移、啊，它可以直接移动、啊。之后那个白痴圣所不能移、嗯，哎对，因为它完全盖好了就不能移了。嗯，对耶，阿叔，我们今天也可以去挖一点那个血，把我们圣所也把它提高一点，人又不会变。对啊，就不会变珍珠奶茶了。哦，你们是一般的人血而已吗？对，那个一般人血有很多耶。啊，不是吧？你们专属的吧？专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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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不是？专血、嗯，
穿鞋。我想说那个人类血液超多，多到我完全不知道干嘛，然后我只能把它拿去做血肠，丢在奴隶大锅里面。欸，我刚刚有打到那个以死巫师的地图，欸，好，为啥？不知道，它是可以使用的，欸，好，我放在大箱子，然后我刚刚打一个战装，欸，战装，对，我现在身上有纹身，哦，对啊，会啊，它有个以死巫师的地图，那个是可以使用的，哦。我是没有用地图，欸，好猛啊，他是不是会这次巫术更新的东东，我不知道，欸，看有没有，还是村长要用，村长来读一下吗？来啊，我们还差50个人血。 OK OK， 50个，你们在哪？我们要室内在大香香。我来了，我来了，欸，小雨全给你，正中间，正中间，我放箱子里。哦，你塞箱子里面。以死巫师的地图吗？对啊，我这边也拿到一张了。哎，欸，所以这个是把它放进地图是吗？嗯，不是，它可以，它可以直接使用。你把它拿，你把它使用掉看看。好，我用一下。天哪，为什么有点像解谜啊？哈哈，真的假的？你把它截个图。好，我截个图，我截个图。好的。对不起，这是村长的弱点。训练 没有，村长就是，村长就是指派任务，村长看不懂找人，没错，你就找人。村长看不懂，你们来搞。他长这样，好，我看一下 M， 看一下。哎，欸，地图，一张地图的样子，很眼熟呢。在很近呢，阿福就是左上角啊，左上角红土那边而已啊。对啊，对啊，立体瀑布那边呢，啊？哦，立体瀑布那一个弯吧，立体瀑布左边啊，那里好像有个遗物猎人吗？我不知道，就以前去挖，不是遗物猎人是在沙漠里面。哦，大家要去看看吗？反正没，反正这是在我们已知的范围内啊。嗯，不好意思，反正就立体瀑布那一块啦。啊？我忘记水袋在哪里做了，身上就可以做了。哦，在身上就是。哎呀，小雨那边也开起来。我的猫啊，没办法。猪马，人家都会喜欢叫花花，欸，又是花花了。绳子啊，炼金子。哎，你要做还是你做了？我身上有多，哎，欸，没有啦，我觉得我没有，我在整理我身上的东西。我说那个啦，那个阿发啊，我做一半。你有吗？你有嗎？有啊，我做三个，欸，上次。好，欸，你在哪？我在集会所。我也在集会，我在里面。欸，你面啊？我在集会所里面。好，你出来就看到我了。哎呦呦呦！来来来，在地美食。感恩媳妇。在地美食。在地的水，在地人的水，在地人的水。啊，对耶，上次水都分完了，自己也没了。嗯，你要做一下，水跟食物都带一下呢。好，整理一下。我们圣所不是我们这个中间到底要不要插个火吧？哪里我可以？我现在都没插。到底里面要多暗？到底要多暗？不是，芦荟没有了耶。对啊，用完了。芦荟是什么？哎呀，后面哎呀，好暗，这边超暗，怎么办？怎么办呢？就说这里面晚上真的是超的暗，吓到我。OK， 我来做一些。我是听到超大风声，吓死我了。对，我刚刚也以为是那个。没有，那个晚上就会这样。晚上，你看是晚上加速的声音，然后就会超大声。哎呦，我们这样很亮了，这样够亮了。哦，真的这么亮哎，好猛哦，这个火炬。我们集会所过了多久，终于有人在里面插火把。终于有灯了，晚上进来都要拿那个拿手持的火把。啊，到底是这大家都没有要插火把？对，没错，我每次都在嫌说到底要不要用，然后我还得要插。点亮。每次进来大家都嫌很暗。没错。
然后都没有人想要做，确实。他都没有挂在天花板的那种水晶吊灯呢、欸。没有。哎、欸、啊，哎、欸、团那个，我记得团不是有、欸，有吧？水晶吊灯吗？这么厉害？不是，它是灯笼，灯笼啦。我挂在你家。可是我觉得灯笼，灯笼没办法照这么亮哎、欸。哦。亮度不够。它能这么高？它好像盖在里面，它就会斜的，超白痴的。没有，我说啊，团你家屋檐的那个灯不能挂在建筑里。可以啊，我记得可以啊。那你看你要不要挂在几会所？我做做看看你们挂起来会是怎样？好好奇啊、哦！哎、欸，这样会不会这边就变成那个很像过年的那种喜庆大街？没有，他那个他那时候给你的那个是红的那种灯、哦，他家有另外的。哦，真的假的？我要去偷看一下。哦、那你直接往上看就会看到啦。我还以为说你、哦这个好欸、直接把它拆下、啊。你的这个好漂亮、哦，谁哦？服了，这什么孵化？快，谁在做的 啊？我啊，那个就是做地图室的。哦，还有200个、啊。你等我一下，让我做一点药水。你做啊，你做。我记得家具不是在工匠桌做，还是他换弄地方啦？不知道，我怎么现在我的工匠桌只剩三个东西可以做啊？啊，你重置掉了、啊，对吧、啊？哦，对耶，白痴，那我要想一下，没有学回来、哎，你想一下，想一下，想一下，重新回忆一下，对、嗯。发光的磷脂要怎么做啊？我们有遇到发光的东西吗？发光的磷脂、哦、打怪是拿到的吗？Oh, 我们上次在那个地下，就是献祭人的那个下水道底下的、那個、是发光的东西啊，是啊，不一样、啊，它磷脂是一罐的那个是打一般什么人都会掉哦， oh, 因为我的发光棒没了，发光棒是发光的东西，不是发光的磷脂了，发光的东西，嗯，然后我要来。我要来跟我同一个教的人说一件惊人的事实。我刚刚全部重置嘛，所以都没点过，才发现原来我的宗教是游格。哈？你搞错教了，信错教了，你以后你错教间谍，好扯、哦！现在游格没有，你要不要去盖一个？为什么？为什么游格没有？因为没人选啊。好好好，而且你加了之后，马上可以拿一个大祭司走、哦。这个里面有大祭司。我可以帮你养了，我可以帮你养，要不要？如何？那我不能跨两教吗？我万神教。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你真的是异教徒哎，你。那怎么做啊？我在教里面这么久。对啊，我潜伏超久的。他是内鬼，他是你们的教练。间谍。没错，他就是要学习，然后自己回家，然后有一个教会这样子。好扯。没有想到，我一直以为我是那个色色教哎、欸。想色色这么久了，结果居然不是。对啊，你那我等下来。色色要说的。那我等一下我要看一下游哥做出来的妆会长怎么样。游哥就是那个死人族村长的头、那個，对对对，就是村长那个村长的头，就是你们叫的。可是你们那一组的，就除了头以外，其他部分也是偏裸露啊。真的假的？对啊，他就是衣服就是戴个项链而已，他就很原始哦，原始的，确实。啊，不是啊，我们刚在那个渣仔那边的那些人穿着全部是游格，就他是游格的、啊，他们是游格的。对啊，骨头跟石块，我找一下。你们有没有多的骨头啊？是我们来狩猎吧，多的骨头没有。骨头，哎、欸，我刚刚有放一堆在那个一个桌子里。好，我去看一下，找一下。好像是那个什么工具桌吧，你可能要找一下。嗯，感觉游戏 crash 了，是不是？没有，我游戏被芝麻踩到卡住。太会踩了吧！他妈真的很夸张。完了，为什么踩到是新恶魔鲜血啊？哎、欸，哇！恶魔鲜血打怪掉的、啊。哦，这是打怪的。哎、欸，不过、啊嗯、可是我踩的是人哎、欸。他是恶魔的血后裔。
哦，抓到内鬼！哇，今天在抓内鬼，对啊，今天抓内鬼游戏。阿鬼，哦，原来我带了三个水袋啊！那个水袋记得大家都要放到快捷键上去确认一下，它到底是不是水的哈。好，哎呦，好嘞，对吧？不要跟上次有人一样丢出来，反正是水的。带红的，好臭哦！啊，大家还分一口一口的喝，看起来真的很渴啊，真的很可怜呢。你真的是一群难民。确实。嗯，刚好。撞一下水。我觉得这个鱼龙真的盖太多了，我上次就跳出去就跳不回来。哎、欸，我们需要鱼好不好？鱼可以榨油哎、欸。我上次就骑着马，然后那天说可以游泳，说好哎、欸，带马骑一骑过去，直接卡住就回去。我们有一个燃烧祭品叫做油格的骨头哎、欸，好猛哦、喔！所以我去偷偷把你们叫的那个杀掉，就那个嘞，就可以拿走，超过分。你就把凶杀团宰了，拿他的骨头，对，拿他的骨头，还吃油哥窟，就是焚化厂啊，焚化厂，他就是个大火盆，有够惨，在我家后面，他的大火盆，小后院。可是我记得你盖的好像跳进去不扣，好像杀光，哎呀，家后院，我去看看，家后院哪里啊？哦，有进化肉可以吃、欸，哎。你算是粉化的喂？对啊，还有人肉可以换成进化肉。我去帮你拿你的大祭司来。好。啊，这是你的圣所，超烂。粉化炉，粉化炉啊！啊，食人族啊，他的宗教合理的、啊。哎、欸，真的好好 NPC 的东西哦。对啊，就很废、欸。没有，他这边到处路人大部分都是。对啊，这路人大部分都是游客。他说这个区域都是游客。刚好这个区域都是游客。有你的大祭司。哦、嗯。这样看起来很帅、欸。那我是不是要穿着别的教派的啊？这个异教徒。这个异教徒。大祭司，快驱逐他！哇，你跟他同步了。你可以是假的，我才是真的。我还会喊游格在上。哎、欸，我也会。游格在上。我也会。我也有。哎、欸，拍拍手。为什么你换了？哦，你这是肉色乳哎。谁啊？你说小雨哦？没有翻新的。哦，反正衣服蛮屌的，哎、欸，就对啊，你旁边做出来的，你头好哦，阿布好像原本也是穿这一套，他的头就是玉米头啊，换掉了，没有，他现在改跟我穿这一套超级没有防御力的了。啊，男生的哦，熊猫团，你家有漏洞哎、欸，男生的会有，你这个是不是打算躲猫猫的时候躲的？啊，我忘记了，我忘记这里有那个。没有补的，我忘记了。哇哇！先盖好了哎、欸，完全忘记了哎、欸。没事，如果是今天没来的两个当鬼，你还是可以躲这里。那我要在前面放一些装饰品，这样他就不知道这边有东西。嗯。哦，那我要去扒一下纯净肉哎、欸。欸、行啊，你就拿你的小刀出门。啊！哇！没事，要走了，不要吵吵好不好？哦，知道，不好意思。好扯哦！我跳了。我要先去杀人了。对，有保护。我们是要去，我们不是要去，不是要去猎龙吗？要是 OK， 要出发是不是？对啊。不是啊，路上我们也可以，也会有人。都让你猎啊，都猎啊。啊，我以为我们要直接地图过去。哦，也是可以啊，可以啊，那过去也是可以啊，可以啊，你要记得加点灯水，你就会随他就可以了。那附近有柱子吗？我们那时候有碰到，有啊，地图是前面有一个啊。哦，我们家有人养犀牛，就是那个什么图书馆前面不是有摸一个？对啊，哦，右上角。抱歉，我很抱歉。挤很挤，你们看我。那我踩人肉，看不出来要怎么点它。对我刚刚就是问这个，怎么知道你点哪个是哪一个？没有啊，它会地图会出现光柱就是了。柱子
这个三角石石柱上面，然后它上面有写瞬间移动或是手环位条。哦，所以不用点柱子哦。边的这个，哦哦哦，对啊，对啊，边边的这根、個啊，你站到它旁边就会亮起来，就是那个手环位。有，完了，我突然传到了。这树也太靠北了，好挡啊！这树怎么长回来了？然后把它砍掉。救命！救命！我把我传到哪里了？哪里啊？啊不，你再传回来。发放 你的位置对啊，发放你的对子位置对。我们要传这里是不是？啊，这一个，这一个，这个是沙漠的。那一个是哪個？要跳的、這個、哪一个？哪一个？我跳跳的这个。好好好好。哦。请问是要骑马还是不骑马？马点跟随它就會、啊。马点跟随，不然回来还是要走回来、啊。有，现在很多骷髅还追着我们来。有我在传的，传传好久。来了来了来了，我来了，我超多骷髅头。哎呦，我怎么只有亮一下，可是我没有动。超多，他应该卡一下。传，哦，对啊，传，等他等一下下。可是，哦，有，好心人吧？来了来了，好心人来了。嗨，帮手来了，帮手来了，帮手来了。感谢干了，开打了，这可以锤吗？你要锤？没有啊，因为我要切肉。这个不行吧？这骷髅不行，他没肉哎、欸，他看起来很三比八哎、欸，排骨啊，他已经骨瘦如柴了的，说不定是排骨啊。哎呦，何止如柴了？我在抓你。好吧，没有，就恶魔鲜血。有，恶魔鲜血可以收哎、欸，恶魔鲜血是做那个地图式的。哦。哦 ，OK， 可以拿一些。恶魔鲜血是用什么收？恶魔鲜血就直接拿骨头。你在敲它？哦呦，有大只的。哪里啊？这是小只的啦，这个是小只的，小只的。但他血有一千多哎。啊，他没有肉，没办法流血攻。不是小玉，你这个真的呀、啊，什么没有、欸？人卡位啊，你人卡就算，你还骑着马卡？不行啊，我有帮忙打架呀，好，我都不要打架，我在旁边看。你骑着马看起来不像有卡。我骑错马了，跳停，乔奶在这，乔奶在这里。小奶在石壁后面，在那个石柱后面，石柱后面。需要看一下奶吗？我崩一下。什么叫需要看一下奶吗？什么意思？没有，他要快乐一下。那個、我要快乐一下。哦、要快乐一下。好了，娱乐一下。那个大只的在那个右转出去。右，哦，所以好，跟你们走，来了。先看一下。欸、那如果真的是要够方便的话，就要每一个这个石碑旁边都要盖一个地图石。对啊，我想说盖一个反向。哦，这样就可以刷恶魔鲜血的。我刚才偷偷丢。那里蛮适合刷恶魔鲜血。请问那个十一等的马是谁的？有马不骑？那是杰克的，那杰克。有马在下面打。没有，有马不骑，傻子吗？可以骑在马上面打。我打，没有，武器不行啦，武器在我双手武器我就没办法，双手不行啊。这里右转沙漠，右转沙漠来了，我们有贝尔来的，带了两罐水，贝尔才两罐，两罐你去什么啊？两罐太少啊，两罐很少哎、欸，他说那个啦，止渴的水。哦，我以为是说芦荟精华，大家都以为是芦荟精华。才两罐，这次会两罐都喝不满。别他，别他，打他！哎，有人嫌我，我只好在后面射箭了。那你要小心，不要射错人。很近呢，不是都是那边都是马射的，不会，他射很快，叫那个小朋友帮忙打就好了。我怎么觉得有人在打我，好痛！笑屁屁。哎、欸，有在马上那个好像是快死了、啊。哎、欸，谁快死了？啊！我先下来处理一下这个多小骷髅，骷髅很烦呢、欸。哦，我身上带太多东西，没体力。太重了，由他过夹。扁大他妈死骷髅男。你的狗狗肉很强哎、欸，还有自残呢、欸。谁？我的狗狗肉。狗狗肉。破甲五了，破甲五了。
为什么？为什么玛莎拉蒂要用脚踢我？有了有了，他输了。有了有了，他输了他输了。还有一个爱心的药哎、欸。对啊，不知道是什么。爱心药。奶妈在哪里？活力妙药。客家看奶妈、欸。你们可以拿那个权力碎片来抽卡。我那我对跌了，抽抽，开抽开抽，肢体看谁要挖走啊？要给那个啊，爸爸。他有钥匙吗？啊，他可以挖吗？可以吧？可以挖，尸体都可以挖。可是他是骨头，他没有灵魂啊，他没有。还是骨头还是可以挖？哦，哎呦，没有恶魔血血而已。对，恶魔血血。他没有万能钥匙。要人的尸体才会有你们那个宗教的啦。可是每一个尸体都还是可以挖一下。了解。我都、啊啊啊、我们要去打那个吗？要去？你说要打不？打龙，对啊对啊，走啊走走走， okay, 跟我走，跟我走。龙应该就可以流血攻击了吧？还有肉啊，可以。不然我刚刚打都没有流血。龙在这里，龙在这里右边，是吧？是这里。对对对，在这下面。看到了。先打小龙，他还有一只大龙、嗯，那个大龙。我要把马放着。先打这个小龙。哦，摔了。OK， 记得让马暂停， okay. 不要跟随哦。我不要跟随，好。他是不是要怪我？对他来了。那我要开始绕了。哎呦，他来了！我叫小朋友出去了。去吧，狗狗肉。有他流血，流七耶，流九，流十二，哦，十四、十五，刀哎。流爆！二十最顶的，他流死了，哦，哦哟，解剖上来是小的，这是小的，这是小的，可以啊。可是我觉得都没砍到脑袋、啊，没有，我快一块，解剖上还有哎、欸，有一只大只的，有一只过来了，过来了。哦，这边还有一只小只的，打他！对，跑掉了，不是他追我，他追谁哦？他追我啦！我骑着马啦！哦，他去哪？他去那个国后面。他箭插的屁屁，屁屁插的箭，都是我在射他的屁屁，射他脚丫。好色啊！打头，打头。可以换你打，换你打，我抽卡。打头，打头。喂，抽卡，抽卡。没有，没有，运气不好。打大只的，大只的，大只啊！哎，那只小只的后面有箱子哎。没有、欸、哦，好像有一个箱子。对啊，看一下是，嗯，有一个躺着的箱。可是我上次借的那个箱子不是就是一个烂烂箱？好像是很废啊。哦，金币、银币。对啊，金币有九加魔粉啦，做那个做炼金粉。嗯好诶。那我要对他射射喽。好，来，没问题。好哎、欸，没有，他没理你耶，他觉得以文治理。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他反应慢，第一剑没感觉。等下，我狗狗太凶了吧？是雷龙、欸。其实你的剑很痛哎、欸，你这样打他就已经小少一格了。啊。不是。他不会吗？对，他喷火了。他不会。到底有没有射到？不知道。我累了。看不到我就是一直射他脚脚，让他走比较慢。哎呦！甩尾！哎，重型甲真的被打到不怎么痛哎、欸，很卡。差很多、啊。那个自己的小伙伴血比较少的要注意一下。对。好。有人很残哦，自己注意一下。我很扛。那是惨是谁啊？哎、欸欸，那好像是玩家吗？啊！哎、欸，那个快死的，快跑！哎、啊，里面是你哦、喔！我又中 bug 了，我血是满的，我被甩一下又是盾牌 bug。哦、欸，地上有那个血可以拨。不好意思，让我先变弓箭手喽。我拨一下。哎呀，哎呀，我死了！哈、啊，他死了！啊，你死了！他也死了、欸！可以挂一下，最后一下死了，最后一下死了。好的好的，那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的马跟人是不是还在那？应该都在这了，都在这了。你又死掉，他都会在这里。嗯，他没什么装备，一个铁壶，然后一个抽奖的，然后穿铁头巾。你要铁壶吗？我到他头了，阿发。哦，你
你是被消音哎，你是被消音哎。我说你很厉害，来来来来来，投给你，投给你，红龙头，红龙头，红龙头，哎，我还以为是鱼嘞，在这里，我在这里，在这里，我有个，我在下跳，我在下跳，水啦，水啦，好猛，水啦，我一直挖朋友的尸体，然后来拿他们的血祭拜我的祖先，这样可以啦，祭拜祖，祭拜你的神明，真轮回啊，没错。你要等阿团过来捡他的人、嗯，那里还有一只小嘞。哦，可以啊，我们可以去打那只小。打这个位置啊，你可以传过来就好了。哦，对，你直接传过来。可是我想说很快走一下就到了。哦，可以啊，帮你走过来。嗯、可是你那边路上有很多骷髅，就是。对啊，你直接传过来吧，不然你会撞到一堆那个。嗯，你被他们追着跑。嗯，没错。阿旺，我想娱乐一下，你的娱乐的在哪？这里吗？娱乐不跳舞了。对啊，他没有跳舞，看着也还是可以。对啊，你只要有那个获得娱乐就好了。可是我看了没有不怎么快乐。嗯、对啊，那要看久一点。那你自己去找一个妹子带，你自己去带一个妹子出来。带一个妹子。我喜欢，我喜欢看汉子，怎么了吗？没有，我只是觉得他不跳舞很无聊而已。因为左右晃、啊，他我也没办法。换个衣服，换个衣服。按总就是，我去委托小雨叫他做一件好了。只要有黄金就可以了。还是你要我们这种我们的宗教的？啊，那个也不错、欸。我等一下回去做一套给你。可以。哎、欸，阿团过来了吗？来了，在这里。哦、来了。哎，反正他不战斗的，没问题。哦，后面有了，看到了，后面看到了。他回头了，一坨骷髅，这好好笑，后面是骷髅。那我包一下。我哎、欸，我打到人了耶！啊，走了。那边一个超远的马是阿团的马吗？啊？对，你在后面，在超远的地方，因为那边有一只马，是你的马。超远，我记得我有马，那个时候说不要按标跟随，是在这附近，不是吗？在这里、啊，在这里、啊。那边、啊，对对对啊，那是我的，那我的，那我的，那我的。超远。哎，团里的道士没跟着走啊？哎、欸，为什么？哦，他在侦查，我没拉到，侦查又没点到。哎、欸，那你到时候回村庄记得摆一下、哦，不然你下线之后再上线，你的马跟那个都跑来这、啊，都会跑来这边吗？对。對你是按站岗啊？因为他死掉了，他刚死掉会直接站岗，他刚死掉啊，对啊，对，他会跑，没有他不按站岗的话，他会直接出 bug， 对，嗯、他要回到上一个最后他站，对对，最后站岗的位置，超的天，超远，你死在这里哦，那很厉害，回家记得都要摆一下，不然我是在直走这边，我刚看到的，哎，请问现在直走分？一个岔路，请问一个左一个右、啊，我不知道，我跟地图下面走，地图下面走。我跟着小雨，我是跟苏走、啊，我也是跟着小雨走，我是跟苏走呢。还有我们没有，我是跟着都会走过来这里啊，都会走过来这里。啊，对，会很会打这只小龙吗？先打小的、啊，再往前还有大只的。嗯，哦，还有大只的，对对，还有一只一般的大只。去吧，阿肉，阿肉。哎呦，起码射箭真的好开心哦、喔！有了，有了，耍废了几只，确实耍废了。啊，我有一直认真射箭吧，我已经杀46只箭矢。没事没事，你箭矢也带太少了吧？给你100只啊！你怎么只带100？很重哎、欸！我带了600只哎、欸，好多、啊，太多了吧？还是你分一点给扛宝猎、啊，反正不需要回血啊。没有啊，扛宝猎那努力拿最基础的就好像不会消耗的。没有，扛宝是近战的，他不拿剑的。他明上面就写弓箭手。他都是灵巧，他肯定是在那边射，直接在那边近战拿那个双刀砍砍哦、喔。这里这里，小有，这里有一只，然后下面有。两哎、欸，有一只小的，一只大的。OK， 哎、欸，追了，追、啊、去追了。嗯，哎呦哎呦，我被你撞开了，我很抱歉。吓死我了！我要躲他。哎、欸，这边有一个搞事的骷髅啊！搞事骷髅仔，砍不到他。
藏宝猎人一直在我旁边，然后都不动、欸。啊，欸、他在动吗？他是装盲猎人。他装盲猎人。平常会跟着我们的奴隶，他的数值会除有加活力以外的东西吗？有啊，会啊，会啊。他是四个，你说人形还是兽形？人都会啊。技能都是随机的、啊。对啊、哦，好吧。你都只是刚好加到血量。加血加15是怎样啊？哎、欸，很强、欸、哦，加15很屌哎、欸。对啊，加15什么？我要攻击啊！血量很多呢。哎、欸，他要先扛得住才能攻击啊。对啊，没有要扛得住才有输出啊。对啊，死人没输出的。喂，哇，我没有带胡本，哎呀呦，他把我撞开、欸，好过分。胡本。好、啊，我帮你们上，骑着马帮你们上。十一等的马卡住了，不好意思。在哪里？在哪里？十一等的马在卡人，他在楼梯上，他卡在第三步。他是不是？他应该要改名字了吧？他应该不止十一等了吧？他永远十一等啊！他现在十六等而已啦。在你心里永远是十一等，是不是？对啊，他是长不大的孩子。好黑哦、喔，看不到。太黑了啦，小只的。哎、欸、呦呦，我知道小智他差点坏了。我什么都看不到。哎、欸，大智来了、欸，哎。哎呦，哎呦，我要先到旁边放马喽。哎呦，来了，太黑了。大智姐，大智姐，我们先走，我们先走。我拿火把了，我拿火把了。完了，大智姐，你快跑吧，别回来了。快点，你成为照亮我们的明灯，那种明灯不见了。明灯，明灯，明灯，不是，好，明灯举回来了。那是哪个明呢？明灯回来了。是明剑的明呢，还是明亮的明呢？我先叫我的打小子的，我们负责照明的小雨。好的，我在旁边骑着吗？我是个灯塔。哎、欸，我你是灯塔哎、欸，我的天哪、啊，好重要哎、欸。不行，没问题，小子要死了。OK， 大智有事啊。哇、欸，可以打大智的，可以打大智的。还是我应该顶、欸。这游戏的闪避怎么按啊？Auto，Auto，Auto。哎，往后，你拿双刀。你拿收到、啊、你按那个特殊攻击，它是特殊回避。特殊攻击是什么按啊？Ctrl 或右键吧。对啊，右键吧。我是都右键，不是后翻滚是特殊的键。哦，后空翻。没有，它有一个后空翻啊。对啊，对啊，匕首专用的后空翻。白天了，白天了，明灯亮。啊，明灯，你有后空翻了、啊，哎呀！这是鳄鱼的动作吧？转三下。转转转，你就是我去村庄里面看到那巫师最北蓝的样子。我一直在那边给我后空翻。哎呦，转转转转转，这个视野真辽阔呢。什么意思？我边看边爆炸。死缠他。哎、欸，那智杰，那智杰，那智杰呢？阿姨，阿姨吧，没有，他刚才挡住我的视线哦。哦，他叫哎，下一次会按到别款游戏的动闪避，好烦哦。不懂啊，你把按键改一下吗？哎呦，我改成这样的、啊，化解了，对，你把改成化解。我刚刚就一直按化解，小动作没有用，白痴。不同游戏吗？啊！我要死了！地下我要走了。你赶快闪！你赶快闪！你穿那个，不要闪！绝绝绝绝绝绝！不行，我要回去换装。穿这样还想进展呢？阿发阿发阿发！我给你一个另一个头。哦哟，另外的绿龙头。好诶、欸，绿龙的是你是拿了两个头，猎头者、oh, 欸、阿发。莱恩，好诶，有没有药水？确实大丰收、啊。你没带钥匙，刚不在讲。我用光啦、啊啊、太快了吧！不是啊，你看我捂肚子很可怜。绑鞋带吧，好，绑鞋带。去奶妈旁边绑啊。导灰去哪了？导灰，啊、你拆掉你还敢？你敢上去跟人家痛扁？你也是蛮……我就是上去痛扁，然后我就被痛扁。你是上去被痛扁？被痛扁，你也是很敢呢、欸。穿这样去化解，你也是。哎、欸，对，藏宝二十等的，看一下。
没有无敌双剑，说双剑可以砍炮都是假的。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砍到，但是你这身装甲应该是让你没办法砍的，先断了一个翅膀了，可能两个了吧，无法起飞，然后可能断到里面的翅膀了，好恐怖哦！就是其他很少而已，其他都还行。还有龙吗？我就只知道这两只而已。嗯，不是还有什么骷髅王吗？骷髅王什么？之前不是也在那边有一只骷髅王？不是，就是我们第一个打的那个。哦，是吗？大只的那个，对啊。对啊。不是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吗？哦，他祭师服的那一种吗？欸，他是人形的样子，不是？哦，那种在小暴龙过来那边奴隶坑那边。可以往回看，啊，走去奴隶坑那边看一下。不然现在走回去那个第一只骷髅应该也差不多要重生。嗯，行，在这边这么充实哦。蝙蝠还可以打，蝙蝠也会掉碎片。你等下还要去那个洞穴是不是？洞穴，欸，洞穴吗？那个地图啦，地图的那个。哦，对啊，地图是那边。不是我说那个叔叔看的那个什么以死巫师地巫师的地图，那个裂体瀑布那边。嗯，对啊。哎呦，好像是右手边吧？右手边，哎，那好像是在下面是吗？啊，不知道，我上去看看。稍等我一下，我现在角色有点不受控了。哦，有一只猫在踩键盘。我这里，我这里。大家都有第三方阵营。没错，而且第三方阵营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有骨头人呐，啊！这很多骨头人，啊。点他。哎呦，我是被骨头撞到还是被马撞到？应该是马，不知道。应该是我，不好意思。骨头人应该不是我吧？骨头人，我去把影出来。别呢？啊，他不会流血，我忘记。是弓箭手，不会流血。对，他是骨头。他武器，叮，收到吗？没事。他攻击总是能挡的吧？哎呦，你怎么快死了？攻击！我射到那只鸡头上。找不到突入点，对吧？我决定在旁边看好了。我派我的小朋友上去。哇！有人打到踩到别人身上，哎，2000多滴血，好像是我哎。哇，好猛哎！看起来感觉是不？可是人形不好，用弓箭不好打。对啊，太不好小吃。那只马好可怜哦。对吧，啊？它很想跑，在原地跑。它想跑，但它跑不掉。是我的马，欸，好爽哦！骷髅被我卡住了。干嘛啦？你走跳停，你在干嘛啦？我还骑不到它哎，欸啊！你过来，你过来。哎，欸，我被打进去了。啊！我被砍死了！哎，你在转圈圈呢？把王出来，把王拖走呢！啊，死啊死啊！好要羞哦！想跑跑不掉，我的跳绳已经卡住了。他身上怎么有新鲜鲜味鱼啊？对啊，料堆肥，我要拿走。看起来好好吃哦。把那个，啊，把权力碎片拿走啊。嗯，那我就拿了。拿吧。好，请我的跳停出来了。你的跳艇跑走了，你的跳艇跑走了，欸，他跑掉了，欸，他跑掉了，因为我在把他拉远，对啊，好了，哎，欸，你在这里，好了，多做一点见识啊，喂，那我们可以去那个啦，去裂体瀑布，嗯，好啊，这里刚好走出去可以。对你行，对你行，那你们也是很放心跟着一个路痴走哎，欸？不会，我觉得你很优秀，欸。没错，你怎么跳下去了？哇，路痴 ，excuse me， 这是不是蓄意的？哎，没事，你的二宝扛住了一切，他把所有人卡住了。才讲完。
二宝有救主人呢、欸，不止一个哎、欸。对啊。他扛住了一切，才讲完就出大事，好痛哦！别啊，这个马，这个马一直被砍啊！这个乳牛，乳牛屁屁一直被打。等我，我要过去了。我知道，刚刚我没有被他卡住，然后我就掉下来了。对，而且我想的乔宇是。砍死了吧！就砍死了，我死掉了。我是被二宝卡住没事的，再一秒都没事。二宝救了大家。二宝发现不太对劲，赶快停下来。他怎么没有告诉我？哎，有时候我就看着主人掉下去，好好玩。二宝在楼上，他来不及跟你讲，你就下去了。笑死了！哎呀，主人，他想要这样子下去了。救蛋！主人走得太突然了，吓到了。哎，笑死了！居然是爬上去，不是绕上去啊？不然呢？肯定是爬的。他没有路可以绕上去啊。肯定是用爬的吧，比较快。好高、哦！然后等一下又跳下来。不会有两然后再轮回。哎呦，你的马顺上去了！不是你不要趴在键盘上，你不要趴在键盘上，不对，不能下来。太好笑了！啊，这边在干嘛？嗯，这边在干嘛？你在等路痴啊？旋转，我们在旋转，旋转。你是我们的旋转木马是自转，不是？这自转木马。来了，我来了。好，走了。再跟你一次。再信你一波，再信你一波。我刚那个力气也太快就拔起了吧。我会跟你保持安全距离。你那个大概只有5到10秒吧。对啊。太白痴了。哦，跟你保持好行车距离，这样我才反应的过来。哎，对，下面有那个扁图可以打哎、欸，那、啊、我们去打一下扁图。那、啊、请问会是你带路会再是去悬崖吗？没有，我知道这里，扁图要到这里。哦，扁图我来很多次，我要离远一点，我吓死了。太好笑了。哎呦喂！这里。我记得这边不是还有那个大蛇蛇？嗯，大蛇蛇是在缝部分里面吧？对啊，没有，就跟我们讲说以后跟车要有安全距离，不然就会想到你，你就没有时间反应。对啊，对。啊，太危险了，这个是。啊，法师好攻！我把上面勾一下。哦，好多狗。啊、飞起来了、欸！他晕嘞、欸。对啊，被敲晕了。阿叔可以借我过吗？欸、可以借我过。藏宝猎的，逃卡。藏宝猎了，藏宝猎没有办法控制哦，不好意思、哦。拍一下，他晕了。哈哈，你有下来？有，输了。还有肉条哎、欸，我要拿走。肉条，香味肉条。哎、欸，等下外面有小智在打马。啊，他在打我的马哦、喔。对。哦、喔，没有哎、欸，没有哎、欸。他在打乳牛是不是啊？哎呀，倒灰。哦。倒灰被倒了。哎、欸，有另外一只也来了。哦，好多只都来了哎、欸。一只都走下来了。哦，全部打地。你们不会飞哦，好可怜、啊。他用走的。对、啊。可怜、啊。有翅膀会装走的。还没进化了，还没进化。超笨。翅膀是装死的，难怪刚刚是飞一下就晕了啊！抱歉。因为直接撞飞，我直接被踩掉哎、欸。很黏。我抱歉。那个开心雀跃跳出来，然后就撞到一个开心的跳跃，走喽！你就是从巷子里突然冲出来的那种，
高速冲出来。不看来车。哎呀，这样感觉很像是那个哎、欸，那个三路上三宝。那你的马就取名叫神主牌了。没有，还是你叫三宝。三宝要来了是不是？可是我觉得那只哎，注意小雨说好像哦，小心点哦，还叫那三宝，看一下，然后我们那个下来的，好像这附近吧，是不是？大家先减速慢行，你很敢跳哎、欸，你很敢跳哎、欸哦，我真的很敢跳，下坡减速，减速慢行呐、啊，原来就跳会受伤哎、欸，啊掉下去了，掉下去了，人掉下去了，好、哦、没有，应该在底下吧，在水底下吗？水旁边吗？底下吗？对。看到地图应该在水旁边的，水旁边，再往它就只有写在这附近而已。对啊，再往上一点啊，嗯、地图看起来在往上，在转弯处哎、欸，找看看啊。会，哎、欸，沿着水边看一下，就上面的那个洞穴了吧？哪里？洞穴？这里啊，上面有一个洞穴啊。哪里有洞穴？我上来。有人爬上山了。嗯，那这边这看起来是洞穴吧？这个啊，不是，这你可以上吗？你可以上吗？跳停，跳停上得去吗？啊，看起来很危险。我好像走错边了呢，他好像是另外一边呢，另外一边有斜坡。从那个刚刚那个坡上去。对对对对，哦，被这个树卡。你要绕回去哎，小雨可能要走斜斜。嗯，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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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哦，这里是不是。我们太早起来了吗？这个洞，哦，这个哦，嗯，我应该去顺便装个水、哦。这里有那个吗？地图可以记一下。哦，里面是发黄龟龟、欸。哎呀，标记一下。哦，有了，岩背蜥蜴空窟。哦，有了有了。他有预设、欸。怎么路了？那可能路，然后这旁边有那个啊，旁边有。哎、欸，你们的车子。外面有人在脱掉啊！有很多口蹄、欸，很多口蹄，有人在脱掉啊！非法脱掉，非法脱 ，OK。嗯，你要直接进去看看吗？没有啊，那边有人在叫啊！哦，我在里面等你们。我先点瓶子追水，我不想让马进这个洞穴。我也没有让马进去。卡烂的，对啊，是怕会卡死。好，跟着你们走。怎么都是龟？那就说它是岩背蜥蜴啊。这龟龟的洞穴啊。对啊，你走了一下家了，为什么都是它？奇怪、欸欸。我以为他们会住别人呢、啊。哎、欸，好特别哦。来的，我来的。哎、欸，对啊，这里有腐化、欸。哦。嗯。这些龟看起来很小哎、欸。对啊。他们看起来是骨头龟龟、欸，对啊，我会养这个，这个比较帅哎、欸。对啊，可以养他吗？我真要问哎、欸。要捡？可以啊，看他有没有后代。那他有没有小孩啊？有点骨质疏松啊。等下看，搞不好有小只的。对啊。搞不好看着喂错，要喂骨头。骨是什么？有这个新的地方了。哎呦！哎、欸，他也是龟仙人呢、欸！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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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来！狗狗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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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狗狗肉卡住了，狗狗肉，二宝也卡住了。好、哦、抱歉，我叫他们过来。二宝不要卡我，我狗肉过来，狗肉过来，来过来，我叫他们移动了，等他一下。这好像什么献祭台、欸？这很贵、欸。然后、啊、就有一本书可以摸吗？这可以摸吗？不行，书吗？哎、欸，有这种东西。摸了摸了，力量的言语、冰桥、展示腐化巫术啊！不好意思，没摸到，没摸到，没摸到。基本巫术，嗯，基本巫术。哦，我们可以造冰桥啊，听起来很厉害。还有雷迪高哦，哎，好好奇耶、欸！在知识里面的巫术里面，耍转转的。啊，怎么了？我刚才想说，哎、欸，这祭坛是可以点的吗？然后一打开了，就是你那个包包。然后有一个奇术的工作台可以做了。后面要先做奥尚法杖跟奇术工作台。哦，在哪里啊？
巫术，知识里面的巫术，嗯。造桥，腾跃缝隙，哦，真的可以耶，嗯，哦。召唤冰封墙里，喂。所以造学的这个，然后造了桥，真的就可以到对面吗？哦，应该就可以去对面。没有，不知道啊，不知道。感觉就是哎，对面有箱子哎，对吧？这个应该是吧？摔下去会死吗？可以摔吧？不会，会吧？好，能摔下去了。啊，没有没有，有水不会死。所以是可以下去再爬过去的，回得来吗？对啊，我在爬。可是你们回得来吗？啊，不行吗？可以吧？哦，你说继续爬上来吗？对啊，再爬上去而已。那就派你去查看。对，欸，不是啊，跳过来，跳过来就好了。怎么跳啊？可以用跳吗？我跳过来了，怎么那么会跳？这里这边头哎，这边有一个香香，赃物香香，有金币跟银条，我拿走了。哦，我这有银条跟银币，这边有烂东西。阿三，你要不要来？哎，对耶，哎，有头哎，大羚羊。你们刚刚也有人有捡到吗？你们包包这里这里有传奇物。传奇的哎，欸，对，我其实奥数法杖嘞，欸，包包的第一个有法杖哎，欸，我其实已经有法杖嘞，欸，哦有哎，欸，还有一本克拉克之书，哦有哎，欸，哦，手可以用的吗？啊，哎，欸，哦，欸，你在干嘛，哦？为什么？欸，我拿法杖右键可以选哎，欸，法杖可以选两边。哦，直接开始。叔叔，你应该也有吧？你身上有一个奥数法杖。哦，哎呦哎，欸，你把它拿起来，没有哎，欸，我没拿。这个是接什么？没有，你看那个桌上的那本书。哎呀，哇，你造桥了！哇，哦，你会造桥哎！哎呀，哇，真的有哎，欸！你怎么造的？你怎么选的啊？右边右键，然后右边，然后会有一个那个，哦，就可以选。哦，桥里白痴哦！啊，可是他白痴，他放法术就是你放完之后。那个就会耗一个布袋的样子，布袋是能买。哎呦，你们现在可以过来了，你们可以过来了，因为我已经造一条了，连起来了，好猛啊！好有趣啊！哎，那边的箱子都拿完了吗？对，哦，我拿到一个传奇的盾牌，叫黑布鲁克的愤怒，然后再回去放箱子。哦，好酷哦！哇，你可以盖个冰宫出来吗？它会消失，它会消失。它是暂时的。你刚前面造的冰桥已经掉下去了。它，啊，可以用线线形。那个。啊，叔叔，你要回来，你要点那个书。你这个是打架打人的那个招式吗？打人的招式。打人。就是你刚才那个雷电的是攻击的招式吗？哦，不是不是不是，没有，那个是看幅画值的。对，现在目前就只有两个啊，我们现在只有两个。有啊，叔叔有法杖啊，有有有，有就好了。好，欸，那下次可以记得带他们两个来这里。对啊。忽然变超奇幻。对啊。我们应该是还可以再学其他的，我们那本库拉克之书上面写说。这边是基本巫术的，嗯，哦，好酷哦，嗯，好猛耶！我有 OK， 那我们这样子施法是不是要那个？我要先变身，我是漂亮的小魔女，没错。我的天哪！哎，欸，啊，我的奶妈去哪？奇幻舞台。魔幻舞台，魔幻舞台，哈哈哈哈哈哈！哒哒哒哒哒哒哒！啊，我出来了，哦，欸，里面太黑了，走了，好猛耶！好耶，奇怪的东西可以玩喽，确实，多了一点奇怪的知识。下次要带哈基还有波波来，对啊，对啊。就在离我们这么近的地方啊！好难过，干嘛？好吗？你想要把我堵起来是不是，小美？小美还在冰桥。小美，不行啊，好难过。哎，还不懂你，好扯啊！他就这样一条，
不是盖个门槛，真哀伤，我在盖门槛。我想看一下奶妈。对啊，我的奶妈到底去哪里？为什么她不见了？啊，你的奶妈消失嘞？对啊，我叫她移动，可是她不知道去哪了。你不然跑远，她应该会跟着你吧？我叫她用返回，可我刚才射三十公尺，知道超远的。哎、欸，来马儿、欸，前面有人呢、欸，阿发可以去挖那个。好，我要去痛扁他。嗯、我也要，我要去挖我的肉。我刚有拿到那个、欸、什么粗麻布袋。嗯，有啊，他就是消耗那个。哦，是消耗那个。就你盖那个桥，好像因为我刚刚盖完之后就五面四啊、哦。我现在剩三个。嗯、我盖两次变三个。真的太重了。哎、欸，不是、欸，我砍你，然后你去找别人是什么意思啊？打不赢你啊！太过分了！我奶妈真的不见了！哎、欸，不是、欸，哎，该你上场的时候你就不见了，你到底是要你何用？没关系啊，大家可以去我家看妹妹跳舞。确实，他等一下可以相约我家哦。好夸张哎！这好像都是，亏我还把你带出来。叫的阿团。对啊，我有看到他那个好像就是了。哪里还在射箭？那我不能用他的祭坛就好了吗？不行，太难过。硬要的话，搞不好是可以的。哎、欸，那这样说不定，其实你可以那个哎、欸，你可以就是直接。就是每次要祭坛，然后你就要跑到很远很远，不是跑很很远嘞，超远的。地上是你是一星的，你是骑我的马？斜坡哦，你们那边吗？斜坡斜坡，有人骑错马？对，我刚骑错马。哎、欸、啊，我的大字节嘞，我在这里，嗨。啊，对，我要去牵我的马，我的马在另一头。马达拉蒂是谁的、啊？我的，我的，我的，我要去牵。在这里呀、啊，在下面。哦，打蜘蛛。会有恶魔先行，还是我们顺便去蜘蛛洞啊？这里有拿丝绸，拿丝绸，哎、欸，拿丝绸好像也不错哎、欸，因为如果要做那个衣服的话，走了走了，放在旁边而已。哎、欸，我的奶妈好像在洞穴里面没有出来，不知道为什么。那你要去接她吗？那你去把她拖出来。可是她是，我可以命令她哎、欸。哦，还是你出现跟我上次一样那个狗狗的 bug， 应该是卡住，她卡住。完了，我迷路了耶！你们是刚才那个洞穴继续往前走吗？下去略步洞穴，往那个坡。你看地图，地图我们有那个圈圈啊。有不是过河，我要过河。悬崖要过河。你刚刚那个村庄，你有看到那个村庄的人吗？有。你先走到那个村庄，然后他可以往下坡走。好的，好的。这里，这里，往这只走，我有走对吗？哎、有有有有我看到你，我看到你们的二宝，没错，就是二宝。这个十一等马直接卡在中间，厉害吧？我十一等哦，注意点哦，十一等，卡到爆。十一等有什么好宰？宰个屁、啊！我是新手哦。这里，这里是蜘蛛洞啊，进去。嗯，蜘蛛菜。采蜘蛛丝喽！采蜘蛛喽！蜘蛛丝，还要拿镰刀。对，没错。吵吵。我先一刀杀进去了。哎呦！你要去先去打一只大只，是不是？对啊，都来了，可以打个武器。来，都来了。嗯。欸、跳艇跟进来嘞、欸，有人讲的，那没关系、啊，让他讲。哎、欸，对，我没有按他这个，那就算了，没数了，无待机了，没数了，没数。哇，跳艇往前冲了，很有很有，可以了，还有三十公尺，他会停下来。最英勇的嘛，他想要自助加油，抢枪，自己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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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尸体，挖尸体！蜘蛛丝切爆！
啊，捡了700个哎，好猛啊、喔！好爽耶！我们家骑马跑不动哎，太重了，太重了！你们负重没有点满哦、喔？有马是马的话，马你过重马跑不起来哦。我们自己跑得起来的吗？哎呀！啊！跳跳跳跳跳跳跳！跳停跳停跳停！蜘蛛跳停！蜘蛛跳停！跳停旁边在打蜘蛛，我一直在踩这个，然后踩不起来，我一直在踩蜘蛛丝。谁都不能阻止我踩这个蜘蛛丝。快死了！500滴死了！哇！哎、欸，他身上怎么那么多那个、啊？哎、欸，有匕首哎、欸。十个哎、欸，有十个是飞刀，十个飞刀啊！嗯，不是拿起来有万能钥匙，有万能钥匙来看，看一下啊，看一下后面的箱子啊，弓，新的、欸、哦，又有新的弓啊啊，谁拿走了？我点到，我点到了，在我这，在我这，就看谁要了，然后放箱子，放箱子啊，嗯 ，OK，、欸、还有蜘蛛丝。来捡！不能放过，捡了1000个还不够，我负重还捡了2500了，2600，太多了。我没有捡那么多。捡得起来吗？我怎么捡不起来？哪里哪里？我来了，我来了！哎呦呦，我把砍家了 ，nice！ 好，应该都捡完了。那我要骑着跳停过去。掠夺完了，掠夺完了，可以走了，可以走了，走喽。可能骑马只能慢慢扣回家。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骑马路过路过，小象骑马撞人啊，好小象骑马不要开这么快啊！危险啊！我直接在小象里面骑80，好撞到人还不停下来看一下、啊，没错。不是这个奶妈真的没有要回来的，完了，你过去接他，进去接他，他直接住在那个巫师洞室，然后我去找他，去接他呗。那、啊、现在回去了吗？还是？对啊，差不多可以回家了。那就骑回去。我要回去做妆了，我这个妆不行了，哎呦，包包太重了，不能再为外观了，对不对？对啊，我把一点东西丢到二宝身上。奇怪，我以前用锤子打的时候不会扣那么快的血啊，为什么现在反而会？超奇怪。因为锤子很强。因为你之前衣服没有穿到这么烂呢、啊。没有啊，我从到一直都这样子、欸，一直都这样子、欸。对啊。是吗？对啊。就是都穿蛮烂的。都穿蛮烂的。好过是不是？好过。就是，哎呦呀，裸露装。不会哦，再怎么烂都不会有我这个烂哦。没有，我知道了，是因为有太多东西卡住你了，可能那个有二宝，然后有藏宝藏那个藏哪，你滚不走。对，滚不走，很没卡烂。好了啦，跟我一样拿一把弓在后面射啦。真的，弓也是吃灵活吗？不是，是弓是吧？对啊，弓是啊。反正你让你的那个啊追随者去打就好了。对啊，跟我一样啊，点个权威啊，叫两权威点满了。很爽的，乌龟重生了耶！好像也不是、哦、哇，你这样下来没有受伤吗？好痛！哦、oh ，喝不了。狗狗喽嘞，狗狗喽！难怪你走不了。嗯，他刚刚是走在冰桥上，他现在是浮空站在啊空中。他没有路了。对他没有路了。他没有后路，也没有前路。他不会飞，他的地盘没有路、啊很尬欸。那造个冰桥给你。哦，我不是走这里对吗？啊，对对对，沿着这个，沿着这个河边走。哇，你也太娇贵了吧？他盖一个冰桥给你走。有了，有了，有了。回家喽、嗯！回家看妹妹跳舞。人精肉快，记得要站岗哦。嗯嗯，我等下记得站岗。接着到可能站岗。抽到我们家。站岗。哎呦呀！哎呦！把他扛爆！哎呦！
怎么有一只犀牛很焦虑的在那边转圈圈啊？家里的啊，转圈圈到底是哪边？真的，他是不是想尿尿？狗狗想尿尿都会这样。的确蛮焦虑的，他刚刚应该是想要去那个、啊、打敌人。刚是有人跑过来。对，刚刚有人跑过来，他好焦虑哦。他一直绕圈呢。啊，不是尿尿，狗狗是想大便才会这样。狗狗尿尿不就直接尿吗？对啊。哎呦。健康。看在这里，不知道是谁家的马厩，我就把它放在这。有杰克家越来越多马，对不对？好过分！看一下哦，奴隶。啊，像独立才13个而已，怎么那么少？恶魔鲜血太多了吧？恶魔鲜血拿来做那个、啊？阿爸，我把我刚狩猎到的放进去。好哎、欸，我把恶魔鲜血给小雨。来丢那个炼金台。OK， 等一下、哦，我把手臂丢掉。嗯，那、嗯、其实不多哎、欸，二合。对啊，慢慢来，慢慢来。我们要做到几个啊？要做到75个。75，天哪！没错，我们已经慢慢的快要40了。哇，我们要没有浓水了。浓水是打啥的？我搞不好有浓血吗？还是浓水？浓水可以拿那个烂肉拿去炸。哦、就烂掉的食物都可以拿来吃啊！哎、欸，是放在很多，他要50个才能炸一个浓水。嗯，哦哦，啊，打那个啦，打蜘蛛那个好像会掉，所以我刚才打。我有300多个。好喂，那还放炼金台。那蛛丝要放哪里？蜘蛛丝做成丝绸吧，做丝绸再放嘛，好。嗯。对对对，我快做600多个、嗯嗯，然后把刚才拿到盾牌放在那个大箱子，有需要的可以去拿。嗯，对，我把弓也放进去。我不想拿盾牌了，一直累累，太累了，太多次了。我可以拿的吗？还是要晚一点？对啊，可以拿，可以拿，可以拿。那我要去拿那把弓。大家都被赢过太多次了。哎、欸，盾牌要怎么拿？就一样放在快捷。你要拿单手武器啊？对啊，是单手。哦，它是要快捷蓝两个，是不是？对对对对对，要站两个。哦。你掏出盾，然后单手武器这样子。哎呦哎、欸，有我这样没有很帅一起的。有帅翻了。很帅。哎呦，你有挡到哎、欸、啊！那我要怎么？Ctrl 可以挡，你看看，你看我会被挡下来。你弹刀了？对对对，会。我小盾。哎，我看一下那个做完丝绸，那丝绸要放在哦，放在布那边吗？放在衣服那边。对。哦，那个洗点要重点啊，那个东西真的有够多了，对吧、啊？我想我就点我那时候当下要用到什么就先点、哦。是，反正你就想说可能之后有可能对、啊、要用到再点，啊、反正点数会多放在那边。嗯，我说真麻烦。马上可以放法术吗？不知道。巫术马上还是马上？哦，马上。哦，所以我们刚刚是学到这个巫术奇术工作台。对对对，奇术工作台。嗯。有持虎剑哎，所以应该是往冰河那边，对不对？我看那个标本啊，有这个持虎剑跟长矛箱，它不是剑持虎吗？哦，剑持，我想说，
什么武器听起来那么帅？我想说是一种武器。我刚刚想说，嗯，铁匠工作台没有没有他的那把武器啊。怎么不太一样？烧水晶跟什么？看一下，铁条跟石块。那我把它做出来了。有啊。还有哪边可以放啊？二楼。放二楼或放一楼还有空间吧？对啊。你可以放这个啊，就是贴中间这边。可以。贴中间那一排。叫他们滚开一点！哎、欸，走马进来了！哎哎哎，乳牛，你不是牛？乳牛，乳牛！我抱歉，我抱歉，我带他出去。违停，违停！我刚想说，抱歉，抱歉，抱歉。他把扛宝跟二宝已经挪开了，乳牛冲了进来。哎、欸，叫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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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吗？你说我吗？我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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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有人叫我是不是？哎、欸，不行，我觉得地图室不能放那个，地图室上面又插满了树了。真假穿透哦，嗯、那要把地图下面改一下。我等下用。对，他可能要有个地基。我来。他很，哎、欸，坟头上的草，你看都别去用，长草了吧？还是我就放在炼金旁边呢、啊？嗯，也可以啊。斜度高度啊！你怎么又进来了？奇怪，你的追随距离不是应该比较长吗？怎么又进来？他很想进门。哎、欸，哇，这么小、喔，对啊，还有小小的五行奇术，什么？一本古老的魔法书、啊、结合古老的魔法书是这个吗？欸、你怎么有这本？哎、欸，我也 有, 有啊，身上有啊，身上有。巫术咒语页、欸欸，还是我们要一大堆、欸、要解巫术咒语页拿上来放？我去拿，我去拿，我也会去。我也想要放一个看看。好啊，好啊，那我就哎、欸，那这个奇术工作台是不是可以找那堆箱子里面的？我看看他们可不可以来用。可以啊，应该有吧？我看。这也太大了吧？有啊，有巫师，然后三，我们有三阶的。那我把三阶拿去放。好、欸终于有用武之地了，这些巫师。对啊，有难进去喽。还、啊、有什么？哎、欸，突然进来吧，我拿了。哪里啊？我怎么进来？进来，那个集会所里。哦、对。嗯、来，失败的巫术咒，十片失败的可以弄。哦。这研究的是什么？烧瓶中的献祭血。啊？那个是啥？我不知道、欸，我、哦、那要怎么做？十块要哎、欸，要分堆。一查烧瓶中的，就是烧瓶中的小人。搞的是这样的，他来错地方了。等一下，你们是要？哦，没事。干嘛呢？因为我身上也有一本这个哎、欸。啊，没有啊，那个大家都有，大家都有。哦。他是不是放法术一定要？就会消耗那、哦、没有腐肉，还有个腐肉可以。没有啊。什么声音？哎，你们在哪里？我在施法。你们在哪？你们在哪？你在集会所里面。集会？哎，我怎么没看到你们？他们不是讲台哦。集会所。走到最里面。对。哦，我看到了，啊哦，你们做这个出来了，好酷哦！对啊，结合啊，这个是，哎、欸，我腐肉，我有一个，可是他是做书本出来的、啊，他做那个书而已啊。你要第二本书啊？嗯、是不用，嗯，对啊，那不见在说的东西不是、啊？对啊，可恶，那不知道做什么、欸，植物纤维、天际中的血。墨刷，献祭血不知道怎么。烧瓶中的献祭血，找。还是我们做烧瓶出来，然后自己把血用割。对啊，自己刮。啊，烧瓶要怎么？
这边吗？不是吗？对啊，这边啊。哦，玻璃烧已经有了、啊，可以使用吗？它可以拿去装水啦，啊，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哎、欸，没有，我丢进去的、啊，我想说，嗯，试试看。他没反应啊。哎、欸，玻璃，看一下，哦，哦，他好像要做另外的东西，是不是？皮革袋，啊，那个炼金桌这边多了那个布袋的那些做法，哦，他好像都要在炼金桌做，就是那个搓麻布袋、布袋跟皮革布袋。嗯、哇，骨肉有用了。你们要搓麻布袋吗？哦不，他放法术才要做。对，只是炼金桌这边可以做。我们现在不知道那个什么，他错的肉，献祭血不知道怎么拿。我去请教 Google 他。对啊，我看他们看起来是拿另外一个台子啊，虽然有两个台子哦。对啊。是没有学到、啊。好耶！还在开？骨肉来啦！我在外面，看，你来这里。啊，看后面，超级大楼。然后你来开，来开我们家。你们真是笑死！其实我觉得都要变标本室，好大哦！我觉得蛮大的哎、欸，这龙头哦，我觉得蛮大发发家的，有没有？为什么？超大哎、欸，很爽的！我觉得放在集会组这边很刚好正中间，有没有？按出来就哇，这太大了吧！超级大一个，好我哎、欸，在外面哦。超大头头！我的祭台改造差不多，我自己觉得好帅。然后外面这个好看哎、欸，蛮适合这个金金的。可是你这个，啊、你这个，还是你可以帮你的这个宗这个主教换衣服。他不能换衣服，很可惜。啊，也不错哎、欸，这里，而且哦，它是弧形的、欸。对啊，超赞，很酷哎、欸。哎呦，好看，真的，那被这个建筑吸引，对，吸引直接买了。那个书可以升级，啊，书可以升级，不是就是这个、可是还没有办法升级啊。这个研究页面吗？不知道，还是我直接制作看看。哎，等等，正在进行中，不好意思，借个过哦。呜呜呜！我直接做那个书。哦。灯泡亮出来了、欸。哦。哦哦哦！有啦，血迹灵魂吸取，什么啊？哦。所以是要做新的书哦。要做那个里面的书，然后你就会学到新的知识。原本的应该只是入门。换我了。好的。那我也要做。对啊！你进去，你点。做那个书之后，他会学到新的东西。好的，哦、有哎、欸，对。我来排队了，结果我来排队了。哦，排队，那你们从哪里排的？没有，小雨这个方向好了。哎、欸，好，那我们你很享受哎、欸，小雨你很营救耶，真的哎、欸，被书吸进去了、欸。那扛宝猎人直接卡位，哈哈，爸爸走不了。抱歉，我带他们走了。我走不了。有吗？我看你没有很 enjoy 呀，叔。嗯哼，巫术，我缺少巫术咒术叶，书不够了，书不够了，啊、对耶，页数不够了，要再找。要去砍巫师了，是不是？嗯，对，因为赚钱啊，去赚钱，顺便赚钱。去砍巫师，砍住！要我修一下刀子，我这样就可以去砍他们的血蝎了。错啊，那个记得打死他们，那个肉也可以都捡一捡，我们现在烂肉有用了。对，对，好的。可是我要去挖尸体，哎、欸，来喽！
它是要几页啊？我这边有一点。一页，一次一页，一次一页。那我很多哎、欸。巫术咒语啊？是哦。你有多少个啊？我这边失败的有七张。巫师、啊，你全部都把它放到桌子里，你全部都放进去，把它放桌子。嗯、然后两张地图，哎、欸，地图你可以开看看啊，地图可以開、啊、然后都一样的吧？哦，等你吸魂后，我也要吸一次，都一样。我晚点再吸好了，我来先去打人好了。你说要怎么用啊？把书丢进去，然后呢？直接做一本书出来。对，你就做一本书，做里面的书。然后呢？然后按制作，然后你人他会走到那个位置。是啊，小雨做完了，他在找那个。对啊，我刚做完了，可是我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做完之后，你的法杖中间的好像有多法术，还有多一个系列的法术，两招哦。哦，要拿法术起来看是不是？对，我刚刚拿法杖，他多了一个。嗯，你快挖。挖了中间那个。啊，没瞧好。好，我看一下。掌握生死和不死的力量。发发，你在等我吗？还是？对啊。我因为我看不太懂，还是你来看一下。好像是要合成，嗯、没有，就是做一本新的书出来，你就会学会了。就是你在旁边，然后直接把那个书按制作。对对对，你按的吗？你按的吗？可是我不能制作哎、欸，为什么？一个灵魂注入自己肉体，我丢一本书进去啊！我招了一个灵魂，然后呢？巫术咒语页啊，巫术咒语页里面有两张啊。什么意思？对，他就可以对啊，一按制作。我去杀一个人看看，我制作他就直接把我，然后我拉被拉过去了。哦，有，你没还是我负重的关系啊？我看一下。可是他是在里面弄的、欸。我先把一些东西放在箱子好了。有可能你有走过去了吗？我有，我刚才吸入灵魂了。对啊，那就拿那个法杖直接看。冲冲冲！这个绿球完全不知道在干嘛。蚂蚁去杀巫师吗？好啊。我们已经在路上了啊！我去接个孵化。那学到的东西都一样吗？还是不太一样？一样吧，应该是一样。哎呦哎、欸！我好像真的是负重关系，他负重不能学。哦。太重了，走不过去。六七。有一个绿绿的萤火虫一直飘在我旁边哎、欸，对啊，那个不知道是做什么的，还是它就跟那个原神里面那个七七有一个在旁边，那也太没意义了，七七的还有作用，这个有什么用呢？哎、欸，问的就是没有。出马步哦，他们说那个可以一直升呢、欸。啊，有书就一直升是是。你说拳王啊？我以为我有拿武器。挥拳被发现了。哦，有哎、欸，他现在要的材料变成野生肉跟羽毛了。哦，所以有差。哦、等一下那个小奶可以先停一下。啊、小奶，你很不乖哎、欸。谁球啊？然后我有球飞进来了。我的球。球啊！哇，阿旺的球飞进来了，哎呦！你那个绿球从窗户飞进来，哎呦！他是一个灵魂啊，我怎么知道他很干嘛？他就一颗放飞自我在那边，哎，他就是在那边飞啊。那我先把十个坏掉的做成那个，那可以干？哦，十个坏掉就可以做成一个一盘的。哦，真的假的？哦，照亮其道路啦，那个真的只是拿来照路的。那也不错啊，你就可以不用拿火把了、欸。对啊，你解放火把哎、欸，还不错哎、欸。好，这大巫师。那为什么他刚有吃掉啊？我没有那个。对。你没有哪个？你是选左边的，是不是？啊，对啊，照亮道路。是是对。Yeah. 你选右边啊？右边是什么？我不知道，他写照亮盖区。啊，那应该就是这个区域会亮亮的。谢喽，我又完成了做了一点事情，希望大家开心。可是那个不知道持续多久。是照亮的作用。我看你超像灵魂出窍。对啊。啊，所以你们把左边的，哦，你们在左边杀的、欸。白痴，我没学过这姿势哦。
啊，你没学过？你说梳头发吗？对啊。啊，你居然没学过啊？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个战鼓我们也没有学吗？战啊，对啊，哦、在那个梳梳的。对啊。那个我们右边有学到一个那个什么专业厨师。在那个 A 楼五那附近，上次杰克看到的那个也还没有带打。嗯。哦，我们真的要杀很多巫师，看到就要杀掉了。有巫师。要拿那个死了巫师的叶。嗯。这游戏难了，骨头也要带、欸。哇，加入魔法就是不一样哎、欸。对。虽然这个，那这个照亮跟苍蝇有点像，有点令人烦躁。可是晚上可以不用拿火把哎、欸，我还要再去找那个发光的东西耶、欸，可口肉跟发光的東西。哦，我身上还有发光的东西啊，你要吗？没有，它是下一个升上去的，可是没有那个巫术耶，我刚才不小心偷偷升了，嘿嘿。哦，有羽毛，家里有羽毛。家里有啊，那个发光的就看。看大家礼拜天还是什么时候去，就是那个啊，好啊，最左边这边的那个渣仔的那个啊，他走到最里面献祭人的那边啊，有嘞，哦，就可以下去底下那个洞窟啊。去右边有巫师可以打，我去打右边。啊，死了蛮子看到我了，哎呦喂！哎，其实这个亮度蛮亮的哎、欸，对啊，它蛮亮。它是永久吗？你看，你看，我不知道它持续，就现在都还没有不见。哎呀，这好酷啊！哦、就是那个巫术的那个阴灵的感觉，阴灵的爸爸。可是就他还要消耗那个啦，那个袋子、啊、那个出麻布袋，所以就我觉得应该是他搞不好，就是你死掉都会在。这个肉，萤火虫，它真的很亮哎、欸！快点，萤火虫，快过来，绿色萤火虫，完了。啊全黑，对，你快叫萤火虫，萤火虫很赞，是不是刮风的声音？哦，晚上，对，晚上没事啊，大家有那个啦，大家有面具啊，有面具，有面具。那我那小雨，我来试一下他那个范围，看有多大。好啊，虽然会浪费一个那个，我刚在家里面用了一个，可是我完全不知道我到底丢哪里、啊，可能是不是要天亮了。对呀，要天亮了，来不及了。哦，不要浪费。不然你就进去那个我们集会所里面把火把拆了。哈没有啊，他要试那个亮啊，亮。我想你把那个火把拆啦。对啊，你把火把拆到里面就知道。麻烦。还要浪费一个材料，还要拆东西，麻烦死了。哈哈哈。那你去，你们去，回到你山洞啊。我们就。改天再用就好了。他那个，对啊，我们改天进山洞再用啊。哦我觉得山洞不错，好主意。嗯，留着。这里有一个巫师。嗯。哎、欸，我骑错，白痴、喔。对你骑到我的马，我想说，我的马跑去哪？别跟着他，跟着我。哎、欸，别乱认主人，玛莎拉蒂。玛莎拉蒂是我的。我只是骑错了。哼哼。欸，回去喽！哇，这持续时间真的蛮久的，就到现在都在这。那个萤火虫很赞哎、欸，赞到爆！俄勒哥嘎诶大吉！他如果可以选，他如果可以选，选颜色更好。不过他绿色很棒啊，我们可以换别的、啊。大家可以用不一樣的黄色之类的、啊，对啊，大家搞不好可以制定一下，对不对？嗯，对。哇，这流浪者直接生在萤火中间里面呢，他出不来。他在我们家隔壁。啊，等一下又。哎、欸，我找到一个新东西耶。有，嗯，啊。他是写英文的，好、啊，我一瞬间还没有看出来他是写啥，可是我学到一个新东西，学到一个新的英语。学个新的英文单词，确实，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玩这个游戏时的最新更新的东西啊？对对对，哦、oh, ，有了有了，就是这个献祭石。哦、oh. ，这个好像就是拿来用我们刚刚那个写的。哦、oh. ，在我现在在 I 3的一个坡上面。
我想说，我们之前跑回来的时候，我看到这里有那个有一个巫师，我来取他的命。取他，你先记着吧。哎、欸哦，不对，我们时间好像还可以。你说对啊，对啊，你们可以直接过来，骑马过来。对，我现在这个点、欸、很近。哦，你我会站在那个坡上等你们上来。不准动我！我们刚刚升低阶的书有学到献祭的，但是不知道还不知道怎么用。嗯，我因为我刚刚学到的这个就有那个哦，还有写出一个什么灵魂吸取。对啊，沿着河走，对对对对 ，I 三跟四，你们要组队啊！我已经在路上了。好，哎、欸，很近很近，等你们。哦，所以那个输了之后，我约要十个失败的才能哦。对，还要一般的或是十个。好不，那我就说排后面打就会有一般的、啊。对，我说打人就会掉。嗯，排后面的。啊，如果没输的话，还需要先去你那边吗？可以可以，它是那个可以互动的。哦。那是互动的知识，跟他聊天可以学东西。我刚刚放进去了，刚刚发血了，好像剩一点点而已。拍谁？我是开心鬼巧达。没事，开心鬼巧。因为我刚刚我自己学了，然后发血这样子。是。我怎么用走路的？因为我刚刚是一路这样杀过来的。如果想说要取那个献祭的血哦， 为什么你没有球球了？哎、欸，他对了，他消失了哎，哦，球球没了，它是时效性的，大概10到15分钟是不是？哦，那也蛮久的，那也蛮久了，可以两天晚上的。有没有看到我在这里、嗯、下面的那个？有，我看到了。哇，你屠村了吗？哇，这上面努力赶路，这上面才3只4只，底下有一只。流放着，他有食物哎，盐渍没拿走，拿走。哎呦，我可以砍他身体了。当兵带，爬上来，爬上来。哎、欸，你是爬上来的吗？对啊，我是爬上来的。他有很多段可以休息啊，所以还好。这个。好，我刚刚想说哪来的纳美克星人是绿光。我脚下这个可以互动。有吗？有哈这个台子啊可以跟他讲话，我没得点呢、欸、这是你们那个种族的吗？我也没有，我们同一个啊，没得点呢、欸、啊我有耶、欸、我不能互动呢、欸、我也没有耶，还是你们要等杀一只才有办法，看一下应该不至于吧，还是已经啊！祭祀时可以做了啦，应该是我们刚刚学书就可以做了吧？哈，可是我刚刚在这边有学到新东西，因为我们不能点这个啊，因为那个祭祀时跟这个长得一模一样，跟这个台台，还是你拿走上面那个献祭的献，就是他献祭掉这个人的东西，你拿，还是我还要再抓一个人过去，要吗？应该是要再抓一个人放上来，或是放回我们自己家的。哎、欸，那这边有人，这边有人，我把一个快砍死了。敲晕他，敲他，敲他，弄他，弄他。另外一只快被我打死了 ，I'm sorry。没事，我有锤锤，让我来。我也有。另外就是后面那只是快被我打死了。弓箭手啊，没事没事没事，他来得及，他来得及，他来得及，他晕了，他晕了。哎、欸，有了，拖过去，拖过去，献祭，献祭。OK， 我拖一只，我拖一只。拖一只哦，哦，饮料店哦，陈之汉吗？听说很难买哦，还有柳丁特条不是吗？越来越嗜血了，还有吗？还有吗？有，还有一只在后面。它可以放上去吗？还是放是在旁边啦，就是砍一个人，然后就有一个互动。来吧、欸，我们要先砍哪一只？戳死吗？不许哦，我不知道，你看能不能放上去啊？不能放上去啊！去我是在他，没有没有放上去啊！你要打死、欸、我看他在下面，应该是我们自己做的才能放上去吧？那我把他杀了、哦，那我们就把这两只拖回家，我们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放啊！啊，也可以啊，不然你们把他拖回家。好，对啊，是因为这要从这个坡下去。
跳水里啊。喂，我拖这个水很浅的，你那个要小心点。不会，跳、啊。好，没事，无伤，嗯、啊。可以的。有我拖他了，我拖、哦，你拖是不是 ？OK。嗯，所以那个没有啊。嗯、我们想说回家用用牌，好，对啊，反正他没有，欸、那我帮忙拖回家、哦、啊，还是我拖，因为你有骑马，我没有骑马，啊，骑马可以拖啊，骑马也可以拖 ，OK OK， 对的、欸，啊，我的马呢？对啊，你走在上面，那你跑到对岸，他等下就闯过来，怎么这么会跑？太近了，来了来了，哎、欸，我的绿球也不见哎、欸，哎、欸，我的也没了，啊、他好像差不多15分钟，差不多十几分钟左右。嗯，那还不错啦，反正打一个副本应该差不多。可以啦，绰绰有余。不是你卡住了？叔叔，我看到你了。怎么了？你不会不看到人不会那个？结果换按喇叭。结果结果一下。我不会对啊，不会结果一下哦，好过分、哦。我喜欢踩人。你是彩人，你是臭三宝，吓死我！我以为他叫我臭三八。我刚才也想说他讲臭三八，所以臭三八会比较不比较伤，是不是？不会，会比较特别，比较特对，有点突然的，但我刚刚叫你臭三八。来吃哦，要到远路了。嗯，嘣嘣嘣，嘣嘣嘣嘣。哼，有看到那道光了。你从旁边骑我，我害怕，你是不是想撞我？啊？没有啊，怎么会嘞？怎么会被你发现呢？对呢，只是没撞到而已。不是，刚才那个直接压的，让我直接压的，奇奇挺挺的，很奇怪。你是在瞄准疫情？没有啊，哎、欸，我刚刚真的是，我只是在看看另外一个荧幕而已，我没有注意到我要撞到你啊。哎呀，铁条石头。现在我终于知道那个努力的辛苦了，跑了好远，一直跑回来就被撞。对，来来回回。像我们今天也是弄不少新东西耶，确实。啊，一个不小心弄的，意外。没事啊，至少他进那个区域都还蛮近的。对啊，都在我们。就在旁边而已，到时候带他们两个去还蛮快的。嗯，记得放好你们的马跟奴隶啊。敲点石头。出发的。好，有了，可以了，我可以来做了。要放哪里？你可以放那个普通人旁边就好，反正跟献祭人的话，是不是就近就好？都是同样的地方。是赢了，与地面接触不足，他是要先盖地基，这么麻烦。嗯，还是我们就在讲台上。讲台献祭，哎，哦，这个长桌很屌。哎，这长桌是我被做出来，然后我发现太大了，我拿来。这长桌其实蛮屌的，它很漂亮哎。而且我放椅子来，大家就可以坐在这边，然后就圆桌骑士。请问这个妹妹是我动不到她哎？妹妹是圆桌会议。哎、欸，对，这个妹妹 啊，没有啦，这个是监工啦，弄骨之轮的监工啦，白痴！啊，我是直接把那个拖着的人丢进去吗？我不知道，还是我把他拖过来？
你拖过来看看。嗯。你对着他按吗？对着他按。哎，绑上去了，绑上去了。哦，好可怜哦。要咔一声哎！啊啊啊！我们要怎么献祭他？他现在很害怕，他脸这边，他里面可以按那个烧瓶，那可以直接制作。要请问要动手吗？可以用血祭制作，或者是灵魂吸取？等等等，请问大家要过来吗？还是来看？他在叫哎，不要来看一下，来看金花呗。但我等下再继续过来，等我一下哦。我下去一下，等我一下哦。跟二宝，很两个很档位，扛旁边。哈哈哈！围观其手，干嘛？来呀！要准备献祭了。哎，不乖的同学啊！那我们来吧。大家都到了吗？那我们要制作了吗？啊！你们我们在过桥。快点！你要记得喝汤哦。你快叫！来啊，跨界！好厉害哈！你那会安尼好？好，他飘来了，抢到我的 VIP 位了！来！哎，开始表演！开始你的表演！哎，用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有血祭或是灵魂吸取，有两个可以按。啊，我们有两个人呢、啊，我们两个人刚好验一个，可以验一个，那比较就那个先烧瓶的那个先痛吧，先烧瓶的，好，或塞一个瓶子进去，好，动手吧，叔叔就交给你了，来吧，对啊，村长来吧，按那个烧瓶中的献祭血，然后点自助，来喽，来吧，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哎、欸，他说什么空间不足、欸，哎。啊啊！空间不足，他说需要二可用一夜。哦，那你先用那个灵魂吸取吧。嗯，好，来喽。嗯，好。好像是要先做那个吸血那个献祭，然后才能用瓶子。有了吗？你看了吗？有吧？正在进行中。正在进行。哦，你走过去，你走过去。Amen, Amen。哈哈哈哈。给我吸，让我吸，哈哈哈！哇哦哇哦，哦哇哦，好像没事嘞。哎，我很失望，哎呦，里面变成那个灵魂精华五个。哦，他说动画没有怎样了。我以为这个人动画没有那么刺激了。我居然烧瓶啊啊啊！这个人有怎样吗？哎呦，他好干掉，他好干哦，他好干哦，没有干哦，我干哦。还有变化，还有变化了。对，阿叔的血量哦，变紫的哎，为什么？哦，你的血变很长一条呢。哎，哇，你身上阿叔的血有动画，你身上爆那个哎，哇！那我怎么办？谁要净化我？你要去看舞者啊？你去我家看，你去我家看男人，快点。好，我去看。哎，可是他们好像是说，等等，阿叔，你看一下你的那个属性。属性是不是有变化？那怎么看？那个按 tab 上面的属性，那个属性，技能属性，就你按 tab 上面不是有属性？第三个，左边所在第三个。嘿、hey, ，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好像没什么变化哎、欸。嗯，好吧，他们会挨哎、欸，我的天哪、啊！没有哎、欸，没有什么变化。哦，所以大声哀嚎，献祭血还不能用是不是。你也是血祭可以按呢、啊，先按血祭啊！刚是直接按那个烧瓶中的献祭血，直接用血祭啊。那小雨按了、啊。好，那我要来了，叔叔要来吗？就是来了。等我一下吗？我引了一些人回家了，不好意思。那你怎么突然又引人回家了？那我要杀死一个才加油。打晕他，全部献祭。可是我需要一只一个人的肉就好了。有三个，后面在后面。我被踢出去了，等我一下啊！被踢出去了啊！对，没事，我们仪式还没完成。阿潘，那是你杀他的吗？没有啊，那个乌龟啊。哇，都输了。我想说那个乌龟在揍那个应该会死，我就不打了。这边还有一个人坐着，快点！好，偷偷的敲晕他。对，我后面这边。来了，我快就是看到有三个，他在哪里啊？哦哟！鲁牛跑去看戏，没事，我敲很快。
好，晕了晕了，我真的很真的很敲好快，好快，我敲很快，我敲很快，真的相信我。拖走拖走，权威就是敲最快了，拜托。好好屌，算我一身轻装。但扁人特别痛，没错。专门打人家的头，特别会特别容易晕，没错，特别会打人家的头。来了来了。OK， 准备好，准备好了。我要看，我要看，换你们。好的，好的，让我来，让我来。来来来来来。嗯，大家都来了。繁星回来了吗？回来，回来，回来。来来来来来，都准备好了，制作了，制作了。下跟他。好了，来了，换了，换了。血迹了，血迹了。哎呦，刀子拿起来了，刀子拿起来了。好兴奋啊！我觉得这才是死人组哎。哇哇哇哇哇！别打，别打，别打！啊、真的是啊！阿良哎，哦 哦, 哦，最精彩的被迪叔挡到了，可恶！刚动了一下，哦，有了有了有了，在流血了。哦，我觉得在讲台上面坐好像也不错哎、欸。那把椅子换掉了。哎呦，血好多、啊，血有满出来。哎、欸欸，你也是有被那个腐化哎、欸哦。嗯，可是我一点点而已。没有阿叔干那么可怕，嗯、阿叔那个擦瓶，他是直接把它擦干呐、啊啊啊欸。一个人只能做一瓶烧瓶血，超少的。哦，这么珍贵 啊！这么亏哦、喔。对啊，来了，再抓一下。为什么有一个、哦、阿叔今天扛在上面呢、欸啊？对啊，刚刚旁边抓过来的。哦、啊。谁要动手？繁星吧，我刚刚挡到他了。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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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看第一视角、欸那。那请问这个箱子里面是不是可以放进去啊？那个不知道可不可以、欸，可以试看看啊，应该可以吧？看看哦，还好哎、欸，好可。可是现在上面还有一只哎、欸，对啊，这里还有一只啊，不然先把应该是处理掉就可以了。这只处理掉应该就可以了。不行、欸，他说哦，你们先用，你们先用。哦，那我先把它剁了。嗯，上吧，上吧。安息的我的朋友，愿在上天你能平安度过这一生。来世已经结束了，来世已经要结束了。来生做的猫咪对你来说是好事。哎呦，哦、看到看到哦，好看好看，有咯，有的有的，好好看。老天是要不要你来？那我他不对，很恐怖啊。啊！还不先吓死哦！有了，哎呦！然后我不行，无法移动此物品，所以现在要活人才可以，对对对，要活人啊！啊，已转化那个已经被转化就不行，可恶、嗯！怎么会这样？可是我们家附近超多那个。住着一两，就是会定期会定期，没错啊。我们两边有两坨人，没错。哦，小雨在升级书了，没错，我在升级那个生肉的。嗯、我刚有打到一个页面，升级完了，不知道升级到啥。嗯，再来是这个，我可以丢一点进去。什么发光的东西？就这么直白哦、喔！哈哈哈哈哈！发光的东西，所以就差页面。对，然后我要、那個、你是要把它打死吗？还是打晕？打晕啊！带回家玩。哦，风化头，那我把这个杀掉吧。皮革袋，它卡在里面。啊、你上次丢掉了，可恶！还是杀掉很多个、欸，对，测测看。没事啊，就再去沙漠打怪就。你知道那个从我们第一、啊、第二天玩，我带到上礼拜、欸，我带了三四个月在身上、欸、然后你丢掉瞬间才知道原来还有用处、啊，就发现有新用途了。早知道早点丢了，就不会那么心痛了，不会这么痛了。得了，他熟了。哎、欸，你们有做过那个了吗？研究尸体的？不是那个没有，他是骨粉，有嘞，没有。那我们那个下次或是礼拜天，大家再自己去研究哈。我要先想办法弄实业出来啊！我的天，对，没有你去打会打到完整的。我刚刚打、我运气没那么好，我都是失败的，失败的。哦，好多哎！啊，做这个布袋，那我们就六个四个了。
已经十点了，各位。快。嗯。我把它拿出来放着。哎呦。那我来看看有什么新的东西。哐哐！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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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下一个村长？你是几号？我是三号。那四号是？好像是东魔还是？对吧？我又忘了。四号是谁？我好像是波波，我是波波之后的、啊，我是八，我好像是九，我好像是九号，我五啊，那应该，那应该就是的，那就是他们对，下次再来交接，交接没错、，OK， 解散，解散，这边还有在撕我的东西了，你干嘛？召唤风以减缓下降速度，可以从任何高度安全坠落。哇！你放很快，你是从机关手跳下来？对，跳好像很猛哎、欸，我要看。从你家跳下来也可以。你从那个桥，从那个桥跳下来。大家等我，大家等我。把桥拆了，最后的一次。没错。完了完了。你要从桥中间那个洞吗？你桥中间那个洞、啊？不错不错不错，哎、欸，可以可以可以。好，让我施法一下。你说慢慢飘、哦？你刚没有放啊？没有，我刚还没放啊。哦。拿来。好亮。召唤一阵风！哦，哦有哎、欸！哇、哦哦哦哦！啊，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你再跳一次！帅！啊、哦，我还有，我还有那个效果，还有，让我、欸、让我来！你们在哪里？不行、啊，不行，我们有关那个漏点的那个哎、欸，你那个完全被吹开哎、欸！你们在哪？你们在哪？你们在哪？你好羞啊！小雨家的中间，我家那个桥下，我家那个桥下，我看到。我一坨黑黑还红红的、啊，在那个长桌，在那个长桌，有没有？你抬头看我。我把它打开，打开，打开，只能是连打。那是伺服器限制。对，有吗？有吗？再一次，再一次。有看到一个亮亮的人？哇，你真的是黑的哎、欸！你脚下有风哎、欸，真的哎、欸，好猛哦！哎、欸，这时间还蛮久的、欸，胯下有风，起来还有那个被风吹起来的那个效果。玛丽莲梦露。你这是从天而降的裸女、欸，哇哦！你要轻盈的效果，轻盈的裸女。欸、你的内裤都露出来了，这是完全都显露无遗啊！啊，没了，没了，没了，效果是没了，两分钟，两分钟吧。对啊，可是也蛮够用的、啊。你可以从是超级高山上慢慢跳下来了，没错。好耶好耶，又学习到了新东西。好耶，啊可以解散喽！解散喽！拜拜。啊，没有要加开了，我好困哦。我讲一下，我最近作息就是又回到了六点睡，六点又想睡觉，然后哎、我。昨天应该说今天很准时哎、欸，我十二点就起床了哎、欸，我本来想要调作息，然后我昨天就是想说好像也还好，不然我撑撑看晚上可不可以就是八九点来睡觉，结果六点就撑不住了，六点就去睡了，然后想说睡一睡应该是半夜三四点会起来，就哇十二点半又起床了。哎，好啦，没有要加开了，好困哦、喔，抱歉了，抱歉了。最近卧龙，因为二周目就真的都还好了，然后可能要玩也是玩狂野之心吧。哎，反正先到这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晚安，晚安。啊，就解散了，我直接去睡了，大家拜拜。